小饭站起来了，哎呦，又感冒了，哎呦，早上好，小指头又大了一圈，大了一圈，看到没有？哈哈，又长大了个脸。小正正，小正正，晚，早上好，你吃饭去吧，快点吃饭去吧。好的。你保一下。哎呀，我的早餐，思密达的早餐，这是肚子可白菜，这是鸡蛋，这是青菜，这是菠菜，对呀，这是菠菜，这是米饭，很多。最近我吃很多，我看看小宝贝这里玩一玩，嘿嘿，哎呀哇，哎呀哇，哎，妈妈吃饭呢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听到妈妈的声音了，哦，哎嗯，呀，听到妈妈的声音了，妈妈在哪里？呦，妈妈在这妈妈里，在哪里？妈妈在这里，看这里，哎哎，宝宝，呦，妈妈在哪里？好。现在，咱们家的叔叔阿姨过来，今天过来玩，我来这边玩。怎么了？你说？啊？就是我们想去加勒满都那边，就是你说？对呀，啊？想去加勒满都。还啊？说什么？那边有我的，姐姐，姐姐嫂嫂都在那边，对啊，离什么的老家也近一些，虽然从加勒满都去他的老家也要坐车也要12小时，但是比这边近，什么的，看起来像要哭的样子，没有，几年，在阿姨这里待了几年，6年了是吧？嘴巴硬，就是我们现在担心思密达的那个 university 学校，跟那个阿姨跟叔叔商量一下该怎么办。如果我们去加勒满都，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。看都那么的。加勒满都不能这里也要问。这里也要问，你的学校你先跟他，不可能，OK。1年那个2月，可以2年吗？可以去2年。不可能。这个螃蟹是跟爹不是？我们我打还能。什么意思？什么的？2年是什么意思？还有我的毕业2年，还有2年，对呀，那怎么办？考试到这里来考试就行了。那那就可以，8月份、9月份的时候，来过来1个月，过来1、2个月差不多啊。在那边的学校跟中国的学校完全不一样。嘿嘿嘿，乖呀，很乖耶，很乖耶，白天都很乖，晚上呢？फोन भनेको चाहिँ थर हो तर यहाँ नेपालमा त इङ्ग्लिस नाम जसरी भन्दा फोन भनेको रमाइलो होइन फोन हो र
什么？fun 那个 ramayla 没来 ，fun means ramayla。啊 ？His name is good in Nepali, mix English, Chinese, Nepali, three. Fun, you know, F U E N. F U E N。我说的 P E N G O。不是。鹏是 P P 开头的。P 啊。But in his name, fun means funny. Yeah, funny. Funny. Song means Chinese song. And Han Zhong. Keshi is your name and English name all mix. 那个Krita Krita 起个名字叫Island。不是Island，是Island。Alex。Island。Alex。Alex。Yes。哦。I have think island. 不是这家伙不老实，这么晚还不睡觉。他看哪里？看啥来了？嗯？明明想睡觉，明明想睡觉不睡觉，嗯？笑个屁！笑，笑什么？笑什么？一点不乖。嗯。我们下午就什么的，下午安可安提过来了，你有什么想法？有什么想法？去还是不出家的？啊，去呀。出家的。对呀。我的想法也是出家的吧，毕竟还是换一个环境比较好一点。因为我们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特别是我在这边，真的是没什么事做，除了拍视频。出家的那边。再怎么样可以去找找工作，或者是学学英语什么的。很多粉丝朋友担心我们出那边，就是叫我自己过去，你们在加拉曼多这边，在你们在博格拉这边。我肯定离开什么的，跟小孩肯定是我肯定不让去啊。什么的也不想我一个人去加德满都那边，我们一起过去吧。我什么的已经托那边的亲戚，找房子，然后我之前在加德满都也认识几个人，也让他们留意一下，看有没有我们住的房子，帮我们留意一下。如果找到房子，我们就直接可以去那边住，也不会说那边环境也不会说比博格拉差很多了，毕竟是尼泊尔的首都嘛，再怎么差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啊。我们先去看看吧，先去加德满都看看。找工作也不定说非找得到啊，也不定说肯定找得到，但是不去尝试一下肯定是找不到的，我们先过去试一下，如果不行的话，再又回到博克拉也可以，也没什么关系，